我拿着丈夫外遇的证据，怒气冲冲地找去他工作的诊所。他的合伙人接待了我，非但没有震惊，反而流露出一丝无奈。半年前你也是这样跑来找我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乔南，说真的，我挺同情你的处境的。半年前，丈夫干这种事居然不是第一次，很可能我半年前就抓到过他的把柄，而他利用心理催眠让我丢失了这段记忆。 一，我的丈夫陈志之是名扬四海的一级心理咨询师，专长是情感治疗。每天都有失了恋的女人去诊所找他疗伤。当年我就是这样认识他的。只经过几次治疗，志之就让我彻底忘记了那个让我伤心的人。毫不夸张，不仅连他的样貌，甚至是姓甚名谁，我都忘得一干二净。我完全被治愈了。但志之让我定期复诊，我开始依赖他。 把生活中的所有烦恼，甚至工作上不如意的一些琐事也向他倾吐。他很有本事，三两句话就能化解我心中的忧愁。直到就在我们结婚六年半了，我还是习惯隔三差五像病人一样，坐在他把客房改装成的诊疗室里，诉说最近遇到的麻烦事以及内心的一些感受。至之，最近我觉得时间过得好快，一晃眼已经人近中年了。 我真不敢相信，好像有人偷走了我的时间似的。楠楠，你过得顺遂，没有烦恼，自然觉得时间倏地就划过去了。不幸的人才会觉得度日如年，时光难挨。至之，我开始长颈纹了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么深一道，真难看。前一阵我还能用丝巾遮一下，最近天气热了，遮都没法遮。女人长了颈纹，一下子就看老十岁。 我真害怕衰老。自从过了三十三，我觉得自己就在快速老去。楠楠，你不知道自己有多美。杜拉斯的情人里说，比起你年轻的美貌，我更爱你那饱受岁月摧残的容颜。皱纹是岁月赋予你的成熟美，你比以前更有风韵了。而且，楠楠，我在陪着你一起老去。你看我眼角的皱纹，可比你的要明显多了。我坐在软沙发上。 智之面对面坐在一把圈椅里，家中的诊疗室装潢成了和诊所一样的风格，暖黄色的壁纸，浅紫色的纱帘。智之说要给病人一个温馨的诊疗环境。靠墙立着一面很大的木质书柜，里面摆放了一些心理学的书和一排排用文件夹装订成册的病人档案。我从来没去碰过，我知道那是客户隐私。灯光昏黄，映出人的影子。 不大的空间内似有暧昧的氛围，智之说，病人普遍缺乏安全感，灯光不能太亮。我继续说，男人才是越老越有魅力。我们老总五十多岁，小孩都快结婚了。年初，商务部招进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女研究生，成天围着老总献殷勤。上个月，他们一起出差，同行的同事回来偷偷告诉我们。 说有天早上看见女研究生从老总的套间里走出来，光着腿，身上只套了一件白衬衫。楠楠，你什么时候开始热衷八卦了？智之来找你做咨询的女人那么多，你会不会有一天移情别恋？你的小脑瓜里整天都在想些什么？智之从圈椅里出来，从咨询师的角色转变为我的丈夫，他贴着我在沙发上坐下，抱住我。 深深的吻我，从我们相识到就在，我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吗？心都给你了，楠楠。我沉醉在他的吻中，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二，堂妹的男朋友顾航死于溺水。他们一起去菲律宾旅行，在海岛游泳时，他小腿抽筋，人急速下沉。等救生人员把他捞上岸时，已经没有呼吸了。平辈中，堂妹和我关系最要好。 我陪他参加了顾航的葬礼。他们虽然没有结婚，可是从高中开始恋爱，算一算也有六七年了，感情深厚如至亲。堂妹小英跪在顾航的墓碑前痛哭，责怪自己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要去菲律宾玩的，是我拉他下海，是我贪玩，只顾自己玩水，没注意到他有异样。我陪她跪着，搂着她，抚她后背，抚慰着。这是个意外，不要自责。 不怪你，不怪你，楠姐，我跟小航原本商量好从菲律宾回来就结婚的，婚纱都选好了。天意弄人，以为会和你携手一生的人，就这样无声无息的从世界上消失了，一切毫无征兆，猝不及防。这灾难太大了，我竟不知如何安慰。葬礼过去几天后，我得知小英的状态很不好，她上班的时候心神恍惚，不能集中注意力。 所以主动请辞了。顾行的死是他心底始终无法释怀的事，像沉重的石块积压在那儿，逐渐演变成情绪的慢性病。只要想到就会崩溃，没有药。好吃的他也吃，朋友约他玩他也去。可是食物、娱乐，世上一切的治愈系都是药不对症，隔靴搔痒。他无法控制疯狂的思念，无法阻止精神崩塌，也吃也玩也哭。 我吃惊于自己能够感应到小英的内心世界，产生共情。那么幸福的我，甚至连上一次哭泣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的事了，却好像对爱的伤痛能够感同身受。大概身为女人，在感情方面都是心灵相通的吧。我和智芝,芝谈论了小英的事，然后把小英叫到家里来，要她接受心理治疗。 智之每周三天在诊所上班，剩下的时间都在家里接待病人。智之给小英建立了档案，要他每周来一次。他们治疗的时候我都在上班，但事后我会关心小英的治疗情况，他的状态怎么样了，有没有好一点。陪伴了六七年的挚爱突然离世，对小英的打击很大，巨大的痛苦需要漫长的时间来冲刷。 我所能做的，只是引导他怎样看待这件事，如何以正确的态度面对以后的生活。我会教他在心里那根弦绷紧的时候，怎么松弛自己。但他还没有掌握好。为什么不直接用催眠疗法？陈志之医生最善催眠术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。他就是凭着这个本事在心理界声名鹊起的。他不同意。他说，如果要他遗忘。 还不如让他死去。他说：“与顾航相爱是他前三分之一人生活着的最重要的意义，爱是女人活着的最重要的意义。”我懂小音。三小音心里的那根弦崩断了。被发旧的时候，他泡在浴缸里，双眼紧闭，手垂着，手腕上有很深的割痕，一浴缸的水都红了。禁欲在温水中割腕，等待血液流失，身体不会觉得很冷。 这是痛苦最少的自杀方式，但痛苦是留给活着的人的。在失去顾行以后，小英怎么忍心再让爱他的人去承受失去他的痛苦呢？还好发就得早，小英的生命被抢救回来，住了几天院。我对智之说，必须采用催眠疗法，让小英忘记顾行，忘记爱也是忘记痛苦。没有病人同意，我不可以这样做。智之说。 我会让他在同意书上签字的。我说，趁小英身体还没恢复，在病床上昏昏沉沉的时候，我骗他在同意书上签了字。等他出院，我把他带回了家，让他在我这里暂住，好方便志之为他做心理治疗。志之对我好，对我的家人亲戚也都好。在治疗之余，他对小英照顾有加。记得小英爱吃冰淇淋。 他就批发了一箱哈根达斯，塞满冰箱。他亲自给他手腕上的伤口换药、包扎。我很感激致之，他本没必要做到这样。不仅对妻子温柔体贴，连带对我身边的人也这般细致周到。这样的丈夫就惊恐怕绝种了吧？催眠疗法的效果是很明显的。小英会笑了，并且笑得露出牙龈，恣意纯真，如同十七八岁的少女。 催眠是要他忘掉与顾行有关的一切，先忘掉因，后忘掉果，这是有先后顺序的。忘记相识，忘记相知，忘记相恋，一点一点的，最后忘记他的死亡，将他的整个人全部遗忘干净。陈志之的催眠术天下闻名。一场催眠就像一台外科手术，打开脑子，取出海马体和大脑皮层中患者想要扔掉的记忆。 智之从不失手，他的催眠术比时间更加有效。痛苦是因为回忆在纠缠，把它们 delete，痛苦也就不复存在了。小樱最美好的六七年都会在智之的催眠术中消弭，这是消除痛苦的代价。由于遗忘的岁月太多，小樱的心理年龄也会逐渐退回到认识顾行之前，成就出少女的精神状态。这就像是一台大手术后的后遗症。 不过这没什么，只会让她更可爱烂漫而已。智之说，治疗进行的很顺利，再做两次催眠，小英的 case 就可以结束了。催眠疗法真神奇。小英是我看着长大的，这丫头可重感情了。要是没有我们伟大的陈智之医生，真不知道她要过多少年才能走出顾航死亡的阴影。我夸她，来找我做心理治疗的女人。 大多都很重感情，智之表情一变，脱下金丝眼镜，搂住我：“怎么？我很伟大吗？楠楠崇拜我吗？用你的身体向我表达。”四，最近我的身体有点不舒服，吃东西没胃口，有时候还恶心想吐。我刚想告诉智之，但转念一想，这不是怀孕的症状吗？上次来月经是什么时候？好像已经推迟一个多月没来了。 我是不是怀上了？以前我和智之都忙事业，谁也没想生孩子的事情。直到去年体检，医生提醒我，如果再不怀孕，以后当高龄产妇，生宝宝的难度和风险都会增高。所以从那时起，我们就着手备孕。看多了备孕指导上大头宝宝的图片，还有身边人的亲子场面，我确实想要孩子了。婚姻幸福，再生个小孩，人生就完满了。 怀着期待，我请假去医院做检查，结果很快出来，我果然怀孕了，而且已经七周了，宝宝的胎心都已经成型。离开医院，我直接回家，想在第一时间把怀孕的消息告诉智芝,芝。我看了看表，此时是智芝,芝在家接诊的时间。我掏钥匙轻声开门，听到诊疗室的动静，应该是智芝,芝正在给小英做催眠。我怕打扰他们。 蹑手蹑脚地走过去，经过诊疗室，房门虚掩着。我从缝隙中看到智之在圈椅里正襟危坐，小英则平躺在沙发上，闭着眼睛，看起来就像在睡觉。你看到了什么？智之向他发问。我看到一个健硕的、晒得黝黑的大男孩在海里游泳，从自由泳变换成仰泳，潇洒自如，像条鱼一般灵活。我看到他的小腿抽筋了。 他呛了好几口水，惊慌中挣扎着双臂，人沉了下去。我看到穿红色 T 恤的救生员急跑下海，奔游向他溺水的位置，但是找不到他，找不到他。我想叫他的名字。小音在催眠状态下低语道，仿佛梦呓：“他是谁？你认识他吗？我不记得了，好像认识。不，我认不出来了。你难过吗？有一点。” 我害怕别人在我面前死去，哪怕是不熟悉的人。他微微皱眉。就在你不在海边了，你回到陆地上，回到家里，妈妈做好了饭在等你回来。这是最平凡的一天。醒来吧，小音。智之的言语似有魔力。讲完，小音就醒了过来。他从沙发上坐起来，神色仍略带不安。智之把小音之前吃了一半放在桌上的哈根达斯递给他。 小英放松下来，接过冰淇淋，认真吃起来。她穿了一件纯白的网球裙，弹力材质裹出玲珑有致的曲线。我发旧志之的眼神暗下来，视线流连在小英的大腿间，慢慢上移到胸口，再上一道正在舔咬冰淇淋的湿润的小舌。他从圈椅里起身，猛然压向小英，喘息着低声道：“宝贝，让我尝尝你的冰淇淋。”小英吓坏了。 手中的冰淇淋啪嗒掉在地板上，我愤怒的泪水同时滴落。推开门，我大喊：“你疯了吗，陈志之？她是我的堂妹。”陈志之听到声音转过身来，我上去一巴掌打掉了他的金丝眼镜，这道貌岸然的伪装。五，我为小音收拾衣物，让她住回去。陈志之拉住我的手，说他还需要做最后一次催眠，消除对顾航最终遇难的印象。 让我为他治疗完再走吧，我们不能前功尽弃呀、啊。楠楠，别叫我的名字，你让我觉得恶心。我甩开他的手，我怎么敢让他再跟你共处一室？你再猥亵他怎么办？你就在旁边待着，看着我的一举一动，这样还不行吗？我就在知道自己罪大恶极，但身为一名专业的心理医生，我必须要完成我的治疗，让病人康复。 你应该站在小英的角度为他考虑一下，站在小英的角度为他考虑一下。陈志之，我就是为他考虑，才不能让他再面对你这个衣冠禽兽。你是基本上治好了他，可你又对他造成了新的阴影。堂姐夫对自己上下其手，这对他的人生会造成多大的影响？他会忘记的，乔楠，他会忘记的。 我恍然明白，这恐怕才是陈志之坚持要为小英做最后一次治疗的真正目的吧。在催眠的过程中，让他遗忘被性侵的经历。你是个魔鬼，我犯了错，我需要一个机会去消除这个错误所带来的不良影响，这对我们都好。乔南，理智点，你就再让小英回去，事态会发展成什么样的局面？你好好想想。 所有的亲戚都会知道我的丈夫背叛婚姻，想要和小姨子通奸，我会成为家族的笑话，甚至耻辱。不，哪怕我之后决定和陈志之离婚，也不能把这桩丑闻摆在台面上供人耻笑。我答应陈志之，让小英做完最后一次治疗。我甚至配合他坐在一旁安抚受了惊的小英，好让她松弛下来，这样陈志之的催眠术才能起效。 他又拿出了专业态度，引导小音进入催眠状态。小音把手伸出来，像这样。陈志之做示范，把右手的手掌往上翻，闭上眼睛，把右手的手指缩起来，像端着一桶沙子似的。同时，左手的手腕放轻松，就好像手腕绑了很多的气球。专心想象一下，左手的气球越来越轻，并开始往上升。 往上抬，想象右手变得越来越重，并开始往下沉、往下掉。深呼吸，吸气，吐气，全神贯注去想象小英睡着了。陈志之通过让病人在催眠状态下回忆不堪的往事，从而忘却这部分往事。小英再次醒来之时，看到我在场，一副吃惊的样子，旋即笑嘻嘻说：“楠姐，你怎么进来了？”陈大医生做治疗的时候。 不是不允许有第三个人在场吗？看来他真的已经忘了。你为什么来找我做治疗？陈志之站起来，明知故问道：“为什么？我不记得了。我一定有些不开心的事情想要遗忘，对吧？”陈大医生是不是治好了我？我姐夫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医生。楠姐，你好幸福。小英一脸崇拜地仰望着陈志之。 六，我让小英的爸妈扔掉了所有跟顾行有关的东西，小英的心理创伤连根去除。就在需要面对惨痛旧时的人是我，我该怎么办？离婚？还是像大多数女人对待丈夫外遇的态度一样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？宝宝有胎心了，我绝不会打胎。我这个年纪需要一个孩子。我一直自认为和陈志之的感情比一般的夫妇都要浓厚。 我们从不吵架，如果产生不同的意见，陈志之几乎总是迁就我，依顺我。作为心理医生，他自然情商极高，会甜言蜜语，而不只是甜言蜜语。他在行为上也是个体贴的丈夫。我回想这些年，只要逢他在家接诊的日子，他本可以多睡一会儿，但他都会和去诊所上班时一样早起，给我做加蛋加奶的营养早餐，送我去上班后再回来。 我喜欢在深夜里看恐怖电影，他经常抱着我看，看完我吓得睡不着，他会耐心的给我做心理安抚。我记得上个月和女友们聚餐，大家都是从学生时代就玩在一起的同龄死党，其中一位晚婚，前年才领证。他问我们，结婚以后男人是不是就没兴趣深吻了呀？其他女人们点点头，纷纷表示结了婚这是正常的变化，我却在心里说。 才不是呢，芝芝每天早晨都会吻我。结婚六七年，仍每天深吻的夫妇少之又少。我为我们之间的恩爱深感自豪，同时觉得自己更爱芝芝了。陈芝芝对我是有心有情的，可这一点一滴爱的证明，就在全变成了扎在我身上的尖刺。如果要硬生生拔出来，我大概会伤得体无完肤，血肉模糊吧。 我怎么都想不通，一个知书达理的读书人为什么会突然丧失理性，竟然能对自己妻子的堂妹下手？他把我置于何地？把我们多年的感情和婚姻置于何地？陈志之说自己是一时犯浑，一时间觉得小英很像二十出头的我。他求我原谅他，怎么原谅？无论如何，我过不了这道坎。心魔作祟，只要一想到当时的场面。 我都恨不得杀了陈志之，爱越浓，恨越深。我无法面对他，要搬去客房睡。他说是他做错事，要搬也是他搬。他收拾了铺盖睡到客房。我们在同一套房子内实行分居。我硬下心肠，当陈志之是空气，不跟他说话，也不给予他任何回应。我想先各过各的，但陈志之很会磨人。他做双人份的早餐，给我放洗澡水。 不管我理不理睬，都会在开空调的时候叮嘱我拿毯子盖着膝盖，在雨天叮嘱我带伞。一晚，我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睡，脑海里不断循环、交叉播放着陈志之对我的好，以及他垂涎于小英身体的画面。我太矛盾，太痛苦了，内心备受煎熬，整个人蜷缩成一团，抽咽不止。就在这时，我感觉到有重量压到了床的另一侧。 是陈志之，他侧身紧贴我的后背，手臂伸过来，用力搂住我。我扭动着想要挣脱，被他压制住了。不要再折磨自己了，我会心疼的。他把头凑到我的脖梗处，贴着我的耳朵说：“我帮你忘掉他，好不好？楠楠，给我一次机会，也给自己一次机会。我们会和从前一样快乐相爱。我不能原谅他，却又永远不可能摆脱他。” 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们早就完完全全地渗透进了彼此的人生之中，生活点滴都会映射出对方的影子。如今我还怀着他的孩子，他的骨血已经融进了我的骨血里。若要分离，必经剥皮抽骨之痛，留下终生的后遗症。我不敢，我不敢。除非智之能用催眠术让我完全忘记他，但他不可能这样做。他要我留在他身边。我不再挣扎。 哭得撕心裂肺，陈志之激烈的吻我，他知道我放弃了抵抗，默认接受他，接受催眠。七，我的心情很难平静。八月底，他事先让我泡了香薰浴，教我做了会冥想，做足准备工作，我们才开始催眠。楠楠，把手伸出来，右手的手掌往上翻，闭上眼睛，我逐渐松懈。 被陈志之的语言引导至潜意识开放的状态，却忽然感觉到腹部有点疼，是胎动。我清醒过来，但没有睁开眼睛。我假装仍在催眠状态中，配合他的提问做出回答。陈志之没有发就异常。在这过程中，我一直感受到宝宝在动，可能在伸手踢腿吧，碰触到子宫壁，让我产生了一丝丝痛感，心里却油然而生久违的喜悦。 也许宝宝带来的生机能让我不用通过催眠也能挺过去。以后我会把注意力都放在宝宝身上，陈志之带给我的痛苦会逐渐从我的心绪中淡出。催眠结束，这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，陈志之大医生催眠失败且不自知，他以为我忘了该忘的，我们又回到了以前。我告诉了他怀孕的事情，他很欣喜，不住的亲吻我的肚子。 给我熬乌鸡汤，我说志之，你要忍耐好久了，孕期要克制同房，为了宝宝平安，就忍几个月。他摸着我的肚子，在我耳畔说，虽然我每天都想疼爱你，你会不会去找别的女人呀？瞎说什么，楠楠，我做过那种事吗？陈志之看起来生气了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我表面上平静无澜，心底里一声冷笑。 我不再相信陈志之，我网购了摄像头，趁他出门，在家中的诊疗室里寻隐蔽位置安装好，App 直连，我在手机上就能看到诊疗室内的情况。公司人多眼杂，我会在闲时避开同事，去楼下的咖啡厅待会儿，看一看摄像头实时拍摄的画面。没出几天，陈志之的无耻嘴脸又暴露在我的眼下。一个病人客户叫杨梅。 看得出和陈志之私交甚好，一来就打趣调侃。她穿了一件大开口的 V 领短裙。她躺下来做催眠，陈志之瞥了一眼她的身位，深呼吸道：“杨小姐，你不是来做治疗的，你是来考验我的吧？”催眠完，杨梅起身说：“饭点到了，饿不饿？和我一起吃午饭吗？”“嗯，我只想吃一样东西。”“什么？吃你？” 陈志之爬上沙发，我颤抖着关掉 app，迅速跑进洗手间，趴在马桶边吐得天昏地暗。八我要报复！我把淫迷的画面保存下来，找到他就职的诊所去。他是这间诊所的合伙人，是小股东。大股东叫赵月生，不仅是陈志之的半个老板，也是他的大学同学兼多年密友。在他的朋友圈子里，我最熟悉的人就是赵月生。 那天陈志之不用去诊所，我直接去了赵月生的办公室，把视频片段播放给他看。没想到赵月生非但没有震惊，反而流露出一丝无奈。乔南，这不是你第一次为了陈志之的事来找我了。我还以为你早就已经接受，就是肯容忍老陈的风流。上次我们一起在我别墅的露台上烤肉，气氛不是很好吗？你怎么还在纠结这些事？你说什么？ 老陈每天都在为那些为情所困的女人愈合伤口，他们很容易爱上他。老陈有时候经不住诱惑是难免的事，你看开一点。据我所知，老陈对你还是很好的。没想到你跟陈志之一样不要脸，一丘之貉，难怪能成为老友和搭档。哎，如果骂人能让你解气，你就骂吧。乔楠，我知道你来找我是出于什么目的。 但是于公于私，我都不可能踢走老陈的。陈志之在催眠领域旷古一人，他是给我面子才来我诊所坐诊。诊所每年盈利的百分之六十都是他创造的。别跟我列举他的丰功伟绩，我不想听。我问重点，赵月生，我以前这样要求过你是吗？半年前你也是这样跑来找我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乔楠，说真的，我挺同情你的处境的。 老陈他太后面的话，我都没注意听。半年前，陈志之的出轨史原来源远,远流长，很可能我半年前就抓到过他出轨的证据，而他利用催眠术让我丢失了这段记忆。原来赵月生一直都了解陈志之的男人本性，可能不止赵月生，说不定还有很多人都心知肚明，只以为我是隐忍大度，假装不知道。啊，从前自诩幸福的女人。 原来一直是他人眼中可笑、可怜的对象，我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巨大的谎言之中，像是《楚门的世界》中的楚门。我所处的世界不是真实的，它经过了剪辑，只留下了美好的、可供播出的部分。有人会像《楚门秀》的导演克里斯多夫一样，认为这难道不是一种幸运吗？不，不是，这是断章取义，是欺骗。 可悲的是，我报复不了他，我们之间力量悬殊。我再去宣扬，只会把自己置于更可笑、更可怜的境地。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家，陈志之刚送走一个女客，我观察打量他身上的衬衣有点皱，我开始联想菲菲。再一看到诊疗室里那张宽大的黄色软皮沙发，我又恶心反胃了。陈志之走过来，俯身把他的额头贴向我的额头。 捧着我的脸，轻声问：“你脸色不好，是不是病了？有哪里不舒服吗？”楠楠，有点想吐，是妊娠反应吧？我忍住想推开他的念头。正好我买了点糯米，我去给你熬糯米汤，益气和胃，可以止呕的。陈志之去了厨房，我走进诊疗室，忽然生出一个念头，想从书柜里找到自己的档案，看一看过去的诊疗记录。 一排排文件夹的侧脊上贴着白色标签，标签上写有治疗者的名字。我搜索了两排，这才发旧了自己的名字乔南。八年前建的档，纸张都微微泛黄了。我打开第一页，上面有我第一次的就诊记录，内容大意是：我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，他起初骗我说自己是单身，对我紧追不舍，给了我一段很浪漫的时光。 那是我第一次体验爱的感觉。后来他的妻子找到我，上来就骂我、打我，我被推倒在地上，尾椎骨裂了，但身体不觉得疼痛，只觉得心痛的要死，想要忘记这段感情。纸上记载的事情，我没有留下半点印象。我细细读着，像是在读别人的故事。后面写了我每一次催眠后的疗效，一个疗程之后，我就彻底忘记了自己曾做过第三者。 再往后翻，是我疗愈后仍定期去向陈志之倾诉心事的一些记录，无非是工作上摔的跟头、糟糕的人际关系之类的小事，都很简短。记录到我们确认恋爱关系的时期就停止了。陈志之不再把我当成病人，而是女友，我的诉说变成了私人性质，无需再进行记录。最后面是一行行日期，第一行是六年半以前。 我们大婚的前一周，旁边标注“深度催眠”，一共十一行，倒数第二行正是半年前，最后一行的日期是今年的八月三十一日。每一行都在右侧写明了“深度催眠”。五雷轰顶，文件夹从我的手中滑落。十一次深度催眠，我曾十一次发救过他的出轨，我曾十一次心痛欲绝，十一次给他机会。 忘掉他犯过的错好，好让他再一次伤害我。出轨剧无限次上演，被背叛的痛苦也将在我身上无限次循环。陈志之是个魔鬼，恨意弥漫，我感觉心脏撕裂一般的疼痛，下腹痛得更厉害，一阵阵的痉挛。在支撑不住之前，我抖着手将档案放归原位，艰难地挪到保险箱旁边，故意弄出动静。楠楠，你怎么不好好休息？ 来这里干嘛？不出所料，我很快听到陈志之略带紧张的声音。他站在门口望着我，结婚证在里面，我要离婚。陈志之一愣，接着脸上浮现出惊恐：“你流血了！”我顺着他的视线低头一看，鲜血从我的腿间汩汩流出，蔓延到了地板上。九，我的孩子没了，唯一的寄托也流逝了，我心如死灰。 失去孩子的痛苦淹没了其他一切的痛苦，我觉得冷，觉得全身疼。志之，抱我一会儿。我凭本能唤他，他俯身抱紧病床上的我，反复说着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他的声音哽咽了，歉意是真的。过了良久，我问他杨梅的事怎么解释。我去找赵月生，他说还有半年前。如果你不爱我了，就离婚吧。 一想到你有别人，我就止不住难过。我在他怀里声声啜泣，伤心是真的，眼泪是假的。只恨我识人不清，如今以泪洗眼。他将我抱得更紧，声音里像藏了十二分悔恨，喃喃：“别提离婚，我爱你是真的。”我们这些医生，在职业光环的笼罩下，很容易受人崇拜。两次都是女病人引诱的我，我只是凡夫俗子，这样的诱惑太大了。 求你别离开我！瞧，这就是我爱的丈夫，出轨的如此理直气壮，谎话信手拈来。我按耐住心头泛起的恶心，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对我好又背叛我，让我舍不得你又憎恨你。至之，我好累，连恨也没有力气了。会过去的，楠楠，会过去的。我再给你做一次催眠，连这件失去孩子的事一起忘记，好不好？ 他小心翼翼的问我：“好。”我一口答应。他松了口气，面露喜色。我又状似不经意的问：“志之，你真的是第二次给我做催眠吗？”他轻抚我的头发，：“为这两次，往后我会让你继续做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。”我企图从他眼底看到心虚，可惜没有，以甜言蜜语哄骗我。于他而言，可能习惯了。十，催眠失败了。 陈志之一无所知，我们恢复到恩爱的模样，甚至更甚从前。深夜，他的手缓缓地攀上我身体，温热的触感让我瞬间激起了一层战栗。这个男人让我膈应，我慌忙坐起来，扭捏不安地从床头柜里掏出一份诊断书。志之，这几天我感觉小腹痛，医生说我需要调养，暂时不能同房。这个借口天衣无缝。 毕竟刚失去孩子的女人，有些小问题很正常。果然，他毫不怀疑，怜爱的吻我的嘴角，真是难为我了。这么美的妻子在身旁，却能看不能吃。我故作娇羞的轻捶了他两下。接下来，只等他固态萌发，做回那四处留情的种马。不出两个月，陈志之难以管控的欲望找到了排泄口，对方又是他的女病人，顾盼生辉，摇曳生姿。 治疗还没彻底结束，他就迫不及待跟人滚到了一起。或许是许久没尝背着我偷欢的刺激感，他就像干柴碰上了烈火，欲望燃烧得格外猛烈。我在摄像头彼端冷眼看着一切，我的丈夫啊，请你好好享用我赠你的最后一件礼物。一场云雨结束，女病人勾起蕾丝肩带，对着眼足的陈志之说了四个字：“我有爱字。” 我看着陈志之脸上的表情逐渐狰狞，掐住女人的脖子。为什么不早说？你也没问，谁让你这妖急色？眼前上演一出闹剧，看戏的我哭了笑，笑了哭，笑我婚姻如此，哭我如此婚姻。十一疯狂过后，陈志之慌忙买来阻断药，之后又跑去体检。等待结果期间，他陷入惶恐焦躁，片刻不得安宁。我佯装一无所知。 竭力当好温柔贤妻，志知，你怎么了？是遇到烦心事了吗？我能帮你什么？他张了张嘴，没说话，眼底带着掩饰不住的懊悔愧疚，将我紧拥在怀。会没事的，会没事的。他喃喃自语，卑微祈求的样子可笑极了。但凡他能管好自己，何以如此？不久后，陈志之收到诊断单，确诊为 HIV 抗体阳性。 我本以为他至少会消沉一段时间，结果他立刻彻底放纵，流连花丛，一个个约从前交好的女病人。夫妻多年，我终究是不够懂他，我分不清这些爱欲里藏了几分缠绵，又藏了几分报复。就像一个坠入泥潭的人，最后的疯狂，想多拖几个垫背的。目睹他无数次肉搏，我已经能做到风轻云淡了。 只在他们贪欢过后，偷偷每个告诉女病人陈志之有爱字，看着他们如丧考妣的脸，我施以安慰，然后诱导他们告他强奸。很快，我就搜集到了足够多的证据，只等一个契机将他锤死。这一天很快来了，陈志之找上了我的堂妹小英。就在他以为能染指成功时，堂妹火速掏出手机报警了。姐夫，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姐吗？ 你让我恶心。这段时间，在我有意无意的暗示下，堂妹慢慢忆起了被催眠的记忆，当然也记起了陈志之上次对她的猥亵。这次自然不能容忍。听够墙角，我适时推开房门。志之，小音，你们怎么了？陈志之没说话，揉了揉乌青的山根。最近他消瘦的厉害，面颊丧,丧失了原来的饱满，好像只剩下一层皮附着在骨头上。 一副纵欲过度、营养不良的样子。我又看了他两眼，越发觉得自己眼瞎。姐，这个男人刚才想强奸我，我报警了。我劝你趁早离婚，他不是好人。很快，警察将陈志之带走。我搜集的证据到了起作用的时候，陈志之被判了十年。整个过程，他一直沉默少言，只阴沉着一张脸。我猜他肯定是觉得自己得了绝症。 最近身体又越来越差，命不久矣，所以不屑辩解。一锤定音之时，他看着我说了句：“对不起，不能给你幸福了。”至之，我满含不舍叫他的名字，面上悲悲戚戚，心里全是暗喜。没想到报复他这么容易，只是给钱让那个欢场女子说了句慌，又伪造了一张诊断书，就轻而易举由内而外摧毁了他。 可能他内心还是有自知之明的，四处乱搞的人迟早会翻车。心病是最大的病，他认定得了艾滋，心生恶念，四处纵欲想传染给更多的人，一来二去掏空了身体，变得越来越羸弱。我永远不会告诉他，他没得艾滋。我要他在余后的日子陷入自我折磨。陈志之把自己想得太聪明，自负又自大，把我想得太傻。 只一朵依附它的兔丝花，可惜我在背叛和欺骗中长出了獠牙。